真的来见我了，我好开心。而且你刚刚推开了他们，只想跟我在一起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骗人，你又不想让他们听到的话，你只想我说给你听。我是哈梅尔，我看得到你的心，你吸收了自己不了解的东西，它毁了你的常理。你控制禁闭者，就像我们控制死翼。你的枷锁跟黑环那么小，那些人提防你，就像提防我们一样。你知道的，你都知道，在你心里，那个黑环从未结束，所以你才不停地追寻，追到我这里。你要这么说，除了我，没人能告诉你任何东西，只有我懂你，因为只有我跟你一样，我们是根源，强大，稀有，而孤独。那个男人叫我孩，叫我主，叫我唤醒奇迹的伟大存在。他说会唤醒我们所有人，等我们都苏醒的那一天，奇迹就会降临。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没等到任何人，我只想有人能陪我爱我，可就连哈梅尔也不能一直陪着我。在你枷锁触碰我的时候，我才明白我等的人是你，我的同类只有你，除了你谁都不行。你是看，就是我，你只有我，留下来陪我，不然我要来硬的啦。没用的，这个黑环里的一切都会为我奉献，他们给我无穷的力量。你却舍不得用手里那几只可怜的羊羔。别惦记他们，真讨厌，我才是你的同伴，明明我们都这么孤独。不要忘记，你并不孤独。
不肯爱我？为什么？我有什么错？我是再特别的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有什么不对？明明跟我一样，你都不敢告诉他们，你不敢告诉他们。